喂，你这会儿到哪儿了？我在前面加油站呢。我还在后面呢。这里有个大姐，她那个人不舒服，车子在这个路边都快翻了，你过来帮忙看看呗。哦，行，就往回走就行了，是吧？往回走，啊，行，好嘞，啊。咋了？车边上，坐在地上。哎，山东的呀。我给他车弄下去了。哦。那车在这抖那个坡上，感觉要翻了一样的，我就给他弄下来了。哎呀，非常碰到你了呀。搞反了。哎，我也不知道呀，就是想开着车不舒服。哎，你是那个谁来着？什么正好是吧？是啊，你咋知道？我刷到过视频，你不是在新疆来吗？新疆太热了，早就上这边来了。哎，就想停到路边去，那个稍微停停的，结果一下子就感觉其他地方搞反了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呀，我前两天还逛那个。看转港人博起来也没觉得高反啊，你看这海拔高了，说个不舒服就不舒服。这港人博起没有高反，这要不然是你早上是不是没吃饭？嗯，他没吃早餐是真的。哦，没吃早餐不行。十二点了，没吃早餐到现在都中大中午了。那不行。这都十二点了。十二点多了吧？我都是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吃也没觉着。在高原不行啊。你这喝的啥？蜂蜜水，我给他冲的蜂蜜水。哦，喝点行，是不是低血糖？眼前肯定是没吃东西，然后那个低血糖就会昏。眼前一发黑。哎呀，真是，哎呦，真是让你这样说的，眼前一发黑，我的妈呀，这一下就感觉这车要翻了。你没开到这个沟里就不错了。哎呦，这是个大坑呢，还。天哪，庆幸啊！我的天。对呀。不幸，庆幸中的万幸吧。哇，真的是，我还真没看到这个坑呢。啊。要不就在这儿，你先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是先休息一下吗？你是不是做工啊？对啊。哎呦我的天哪！我一直想见你见你的，这孩子还能这样遇到？哎，真遇到了。就这样这种情况遇到啊！我的天，这也太有意思了。我往前走的话，我都没看到这个车。啊，我过来就看到他车歪在这里，人坐在地上。我没看到，我开得快。哦，那你都是走了。对。汪汪妹，哎呦我难受的来了，我谁也认不出来。不过在视频中和那个什么还不大一样了呀，不一样。有点啊。是不是看到都老的吓人？没有。哎呀，你比视频当中还要小巧一些。还要小巧。啊，你车上有床吗？床，你到床上歇会儿。对，我上床待会儿。那你开吗？这怎么开啊？我开就行。缠着他，缠着他。哎、我的天，行。哎呦我的天，谢谢你们啊！哎呦，真的是啊，这缘分，我的天。哎呀，这都是缘分。你在哪边开？啊，这是厢货是吧？啊，对呀，厢货。我的娘，你这怎么上啊？我孩子猫，我一直都是那个什么呀。把这个东西都放下面。但是要下雨了，我怎么感觉？啊，没事，我就是缓缓就好了。你这是箱货自己打的床吗？对。哦。前面是放东西的。哦，换的架子。中间是橱子，那边是衣柜。还有衣柜。嗯。那你只是上边待会儿，躺会儿，我给你把这拿下来吧。从哪上啊？一会儿吧。你这不坐的这？我坐啊。你这也没地儿坐呀。你这前面装的啥？装的满满的。好哎，我缓缓。那你坐在上边待会儿，上边暖和点。下雨了，要不然坐在上边待着，坐前面。太冷了。歇歇就慢点啊！我就等着自己缓个那个劲儿来，你知道吧？不好缓啊！哎呀，真的是，我当时我都想着坏了，自己的心里都虚了。我看你前几天你还在新疆呢，等着跑一下跑到西藏来了。新疆太热了。热啊。是啊，
嗯，在上面坐，上面暖和点。买点东西吃吧，你没吃早餐。对，我这边有馒头的。不，拿点零食去。不用的，不用的。你坐上去，坐待着，坐待着。有凳子，我那车里。不用不用不用。拿凳子坐。这要下雨了呀。他这边下雨就一阵阵。反正是在高原挺危险的。嗯嗯。我们在路上遇到两个了，有一个是在这珠穆朗玛峰高反。嗯，我就想着，哎呀，真的这是想不到的哈。真没想到，哎，我坐那我就想着缓一缓，哎，即使缓不过来了，不行了就觉得，哎，幸好汪汪没过来哦，给我冲的蜂蜜水。啊，那你不吃东西，现在都12点了，你一天吃一顿啊？两顿啊，我早上就是一般饿了我才吃，不饿就不吃。我想着走到下一个那个村子再买点得了，买点吃啊。因为在那个在上一站那边也都差不多了吃的，应该必须你以后吧早上一定要吃东西，因为在内陆没事，这在高原嘛本来就不行。哎呀，真的，哎呀，想不到的，幸亏有没胖王美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哎呀，不过这是缘分啊，缘分缘分，哎，缘分。我说我看着这么熟悉呢，啊，一说话。哦，想起来了，要不然你们不就这么错过了呀？吃点东西，吃点东西去，先垫吧垫吧。还有几个大白兔，吸痰管用。你这个门也打不开？这个哦，也能打开，也能打开，但是这个门不打，一般不打，因为我是自己出来的。啊，一般都是在这边直接上后边去了。哦，从这儿直接上？嗯，好奇。就直接从驾驶室的都不用，就留这一个门。啊。因为我自己嘛，你自己说不害怕那是假的。你都出来这么2年了吧？没有，我记得。没有，去年7月份。一年了。啊，没这样。那你还怕啥呀？都出来一年了。一年也害怕呀。啊。这和年岁有关系吗？把门一锁，你这反正又看不见，把那个窗帘一拉，谁也不知道。哎呦，是啊，但是。心里还是什么？喝点牛奶，先垫垫。我也，你先垫垫，先垫垫，缓缓劲儿，缓缓劲儿。我想吃点东西，我说下回我也得找个车友一起走，一个人真不行了。西藏这边很多呀。但是你要说这像我这种情况还真少嘞，人家一般出来都是有伴的。在路上结伴吗？也有单身的。刚才汪汪没说我。嗯。就找个伴儿去走。对啊，但是咱们是相反的方向，我们要去新疆，你刚从新疆回来。嗯，对啊，和你们是接不上了。如果是顺路的话，咱们就可以一起走。对啊，和你们是接不上了。我是不要再去新疆了，到时候去新疆太远了。现在还是啊？是啊，你得到9月份吧？我觉得。哎，那你晚上你这车睡觉不憋得慌啊？前面稍微留一点，一点不憋。这那个什么，它香火不是密封性一点都不好。密封性也不好。密封性不好，它是个货车，不过空间大。对，它就是空间大。可造。对，嗯，这两座的呗，就是。动力也可以，嗯。啊。动力还行。哎，我这现在缓了好多了。喝点东西，再喝点牛奶。嗯，我这边有水，有水。嗯。喝的还行。再注自己注意一点，应该没问题吧？那你早上吃饭吧，吃饭再走嘛。对呀，啊，嗯，以后我得什么？我这一次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就是一下子就也说不清个什么来，嗯，真的是像你说的，那个眼前一黑，刚才往下打，真的眼前一黑，哎呦，幸好没有拐到那个洞里去，就拐沟里边了，你就坏，好万幸啊！是不是转山也管用啊？你是不是转山把体力给消耗没了呀？也有可能啊，我觉得哎呦，转山真的很耗体力，再加上晚上没休息好，嗯，也不吃早餐啊，哎呀，我觉得没觉得饿，现在好多了。啊，现在好多了。先吃点，先再喝点水。嗯，休息休息，缓缓劲儿。啊，幸好碰到你们。哎呀，汪汪妹，你太好了。没有，嗯，好什么呀？在路边看到我看是女的，男的我都不敢下来哦。是男的，我真不敢下来。让我也不敢。好多了吧？哎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哎，要不然咱们一块上镇子吃个饭去吧？这离这镇很远的。
想去镇上。哦，我们就是从，我不用不用，我们就是从那个上一个镇过来，到这里是100来公里吧，好像是。我一会儿休息休息。你不行，在床上躺着去，躺着待会儿。啊、嗯。这从哪儿进呀？我从哪儿进都行。你这边进不去啊？都可以的。啊，把门关上。后面。后面可以。好家伙！啊，这哦，这个香火怎么弄的挺好的。对呀、啊，我这边是个衣橱。哦，自己弄的。衣服都在这里面。啊，然后到这挂起来，眼睛。把我的猫都那什么，还养了只猫。这猫什么时候养的？就是前两天刚刚养的。啊。你们赶快赶路吧。不着急，不着急。要不咱就上那个镇上一起吃顿饭。不去，不去了，不去了，太远了，还得往回返。像你这里是空的？里边是也是放衣服呀、啊，储的。储也是储柜。啊，也是储的。里边是没东西的，这个。啊。这没有座位的。他这耳朵怎么这样的？哎，我也不知道呢。是不是瘸了？还就是这样的。刚收养两天。啊。挺乖，挺乖。你回车上吧，回车上吧。啊，行。回去休息休息。行行，我已经好多了，真的就刚才那一阵儿。行，休息休息吧。